让我们一同祝福二位新人。播放室，播放室 ，VCR 准备。所有来宾，请看大屏幕。请二位新人交换戒指。夏晴是你前女友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不说的呀？宣布离场。我宣布宁萌和之俊婚礼正式离场。一起遇见夏浅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把事情跟我说清楚？我们早就分手，没关系了。我是怕你多想，所以一直没把这事告诉你。萌萌，别再胡思乱想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我已经决定要跟你在一起了，就一定会一心一意的对你好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娶我是真心的吗？当然是真心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叫了司机，送你们俩回家休息。视频到底谁放的？是不是夏浅放的？应该不是他。为什么不是他？萌萌，你想一想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有谁会跟自己过不去？我不是要故意去怀疑他，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。我就是想和志勋有一个完美完整的婚礼，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小心愿。这件事，哥一定会查清楚。谢总，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呢？我不是质问您，只是您这么做会让我很被动啊。宋哲宁妹妹的婚礼，你也是重要的嘉宾，难免会感情用事。再说了，长盛那边我也不止一个人。不需要每件事都经过你来安排。这都什么瓜呀？
没想到吃瓜这样吃到自己家头上来了。诺言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。拿过来给我看看。没有，看错了。眼睛痛。芊芊，这事儿不会真是你做的吧？你神经病啊！你觉得会是我做的吗？什么叫前任破坏婚礼啊？我破坏干嘛？他怎么不写柠檬的婚礼还是我谈下来的呢？哎，这些自媒体有没有良心啊？神经病！哎，芊芊，你去哪儿？去上山。自家婚礼沦为闹剧，凸显长盛八大管理问题。还有什么？少主接班一塌糊涂，长盛衰败信号明显。还有呢？接着念啊。后面没什么了，都是跟风起哄的。看来他们的目标是长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事态发展成什么样子还不一定呢。但是我知道，视频的事儿肯定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也是受害者，婚礼现场的视频很显然是有人特意安排。我觉得他们针对的是长生，你不用担心了，这个事儿我一定会一查到底。不行，我不管这人是谁，是什么原因，他惹到我了，我也要查，我要亲自把这个人找出来。行。柠檬那边怎么样了？何先生已经送他回家了。不过婚礼上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看样子不是放视频的这个女孩，那就是视频提前被人调包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一有消息他们会立刻告诉我。如果换种思路呢？比如说，我和何志俊，你这段视频是从哪来的？哎，两年前的视频你们会留着吗？肯定是要删的，我就怕有人用技术手段把它复原了。我的也早就删了。何志俊也不会在自己的婚礼上搞出这些事情啊。那当年接触过这段美萨的人呢？宴会厅所有举办的活动，经手人员的资料，我们场上都有答案。去看看。好，跟我来。是在长盛的最后一天，收拾东西耽误了会儿。对了，那工资拿到了没有？收到了，谢谢啊。你叫我来什么事儿？我有个妹妹，她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想帮她，但不知道从哪入手。我想说，你们都是女孩子，我就想向你取取经。怎么样能够安慰他？你说的是柠檬吧？嗯。
安慰女孩子，那每个女孩子性格不同，方法也应该不同。我的方法不一定受用她。就是男孩和女孩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真的很不一样。男孩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着把问题解决，女生有的时候想问题，遇到问题不一定是想要解决它，更多的是想要被安慰，他想要被倾听，倾诉对象，反正你想要让他笑就好了。嗯，笑就好了啊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有低血糖，我缓会儿就好了。先坐一下。嗯，还慢点。啊，好了，没事。等我一下啊。喂，哎，你赶快送一些糖果到答案室。盛总，现在不行，我还在处理事情呢，过去至少要20分钟。小朋友，那个棒棒糖可以给我一个吗？可以呀，大哥哥，你长得真好看，给你糖。谢谢。好了，跟大哥哥说再见。大哥哥再见。再见。打给小朋友啊？当然不是，就是开个玩笑。谢了。沈振宁，嗯，找到了。今天已经挺晚了，我先让安安调出陈康的资料，明天一早我联系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嗯。嗯。贺伯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变魔术啊。这是一本魔法书。可以把你喜欢的小动物画在上面，我就可以把它变出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那让你来画一下好了。不过先说好了，你不能画恐龙啊，画恐龙我可变不出来。来，画的是什么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好了。兔子呀。嗯。好，那我把书盖起来，让我念一下咒语，我就可以把你的兔子变出来，好不好？
三、二、一，出来。我咒语念错了，我再一次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！咱们屋里怎么跑出只兔子啊？哇，好可爱呀！你看，好乖呀，长得和你好像呀。没有吧？真的，都是单眼皮。长睫毛，还有一点点小胡子。赫伯哥，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，谢谢赫伯哥，我没事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你看，我好不容易用个魔术把你的笑容变回来了。哼，最近医院事儿太多了，等我忙完了，多请两天假，咱们出去度蜜月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别做饭了，咱们出去吃吧，我早点回来接你。那我走了。安。你在这等着吧。应该就这儿。有人吗？好像没人。电话也关机。怎么办？哎，你们找谁呀？哦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不是陈康家呀？你们也是来催债的吧？我们可不是嘛，您说的太准了。我被逼疯了，我呢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，把所有钱全部借给陈康了，他这是人也联系不上，电话也不接。这个，我哥，医生说了，他得马上住院，真不行了。你看你都这样，你还跟我犟，让你住院你不住院。不是我说，姑娘，你也真是，你说陈康这种人，你也敢把钱借给他？不过我跟你们说实话吧。这个陈康啊，为了躲债，他平时根本就不住在这块儿，他呀都住在老丈人给他留的那套房子里头。哦，在老丈人家呀，怪不得呢。嗯，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地址在哪儿呢？哎，不过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。好，行行行。他住在西青区康复路208号。行，那我们去。好，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行，赶紧去，不能再耽误了。哎呀，不行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喂，啊，您好，我是那个陈康楼上的住户。刚才有人跟我打听那陈康的地址，啊，一男一女，女的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男的长得模样还挺俊的。地址给他们了吗？啊，给了，给了。好，我现在把钱打给你。秦总，盛南宁和夏浅已经去找陈康了，我们要不要插手？既然薛总认为
不是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要经过我，那么我应该给他提个醒，让他知道如果长盛的事情不经由我会怎么样。不然你帮我做件事，是你好。哎，请问您是陈康的爱人吗？我是。我们是他的同事。从昨天开始他就没来上班，手机也关机了，实在联系不上他，我们也很担心他。他在家吗？我也找不到他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。再说我现在也不想和他有任何的联系，你们还是请回吧。是啊，先下去。有什么消息吗？什么都没有。要不然咱们先回去吧，回去以后想想其他方法。我觉得陈康他老婆有点问题，刚他家里面墙上挂了一幅很大的婚纱照，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他不想再和陈康有任何联系，为什么要把婚纱照放在那么显眼的位置？还有他关门的时候啊，我看见鞋架上面有男士的鞋，如果陈康很长时间不回来，那鞋应该收起来呀，那为什么要放在金川换鞋的位置呢？是啊，挺厉害呀，小小姐。要不我们在这儿等等，我觉得陈康会回来。好，那你们俩在这儿等，我去前面路口盯着，有什么消息提前跟你俩说。等会儿。怎么这么多蚊子呀？有蚊子啊，别动。别以为刚刚是占你便宜啊。我有点饿了，我去买点吃的。买单。你好，这信号不太好呀，可以连我们家的 WiFi。 啊，我来付吧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两位。你怎么能自动连上他家的 WiFi 的呀？你之前来过？啊，之前跟同事来过。和同事来过？这离你们医院那么远，你和哪个同事来的呀？不会是和夏浅来的吧？这离侃侃而谈那么近。怎么会是和夏浅？那你误会了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你能打个电话给你同事证明给我看吗？是陆主任，这个事儿给他打电话不好吧？小何啊，哎，陆主任，那个咱们上周去医学院开完讲座，是不是在相遇餐厅吃了个饭啊？是啊，当时还是你买的单呀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懂了，小何啊，
你是被查岗了对吗？是我，你让他放心吧。啊，好，谢谢陆主任。老公，是我想多了，我是相信你的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呀。买点吃的，看一下你要吃什么。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看路口不是有很多卖吃的吗？你不是不吃路边摊？别动，站住！陈哥，站住！没事吧？跑了！哎啊！我不是让你待着别动吗？你跑过来干嘛？不是，帮忙一起追他呀！他看见人都跑了。你是帮忙吗？你这分明是帮大忙。如果你被车撞了怎么办？你冲我吼什么呀？我帮忙有问题吗？而且我又不是你的下属。我干爸什么都要听你的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你管了。啊！盛总，陈康我抓到了，没人给我钱，也没人指使我，就是我看长生不爽。去年我本来都该晋升了，就因为迟到这么点屁事儿，把我资格给取消了。我受够了，就想看你们出丑。出去吧。你相信刚刚陈康说的吗？既然陈康一口咬定他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这让我更加确信，一定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够将计就计，假装相信了，避免打草惊蛇。还有啊，制定一个管理方案，一定要加强我们酒店的网络管理安全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去。我听说陈康被抓了，盛哲宁在联系媒体了。是啊，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都安排好了。他不会说漏半个字的。不过薛总，我在长盛已经待了六年了，盛哲宁的经商策略、行事风格，我想你应该找不到比我更清楚的人。所以以后长盛的事情还是我来吧。好，辛苦了，这件事情是我先考虑了，谢谢了。睡了吗？
今天是我失态了，不应该责备你，对不起。都是我错了。怎么了？如果当初我没有找到夏浅来做我的看家师，我哥和长胜就不会惹上麻烦，也不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夏浅是你的前女友，我也就永远不会知道你和他的过去，我们的婚礼也能顺顺利利的。咱们现在婚礼也办完了，我们生活过得不也是很好的吗？要不这样，咱们周末出去玩吧，散散心，别想那些事儿了。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没用呀？会，放心，酒店的事儿啊，哥一定有办法。大清早的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哦，今天不是要见何同学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儿？我送你。你的伤是为了帮助长胜而受的，我应该负责任，所以这段日子呢，我就做你的司机，算是道个歉。啊，什么？你刚刚说太小声了，我没有听清楚啊。昨晚我的态度有点不好，对不起。我也不会为了那么小的事儿就生气，而且昨天晚上我确实太冲动了。我知道这段日子你因为柠檬的事儿受了不少委屈，总之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你开口就是。哪有什么委屈啊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呢，让盛总给我做司机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这样吧，你先走吧，我进去了。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干嘛拒绝呀？现在柠檬的事情结束了，我跟盛哲宁也没什么关系了，没必要牵扯不清吧？啊，我还以为你这段时间跟他的相处能擦出什么爱的小火苗呢。我和他？是吧？有吧？怎么可能？啊，怎么就不可能了？不是欢喜冤家一般都是就现在偶像剧的基本套路，就跟你跟盛总一样。最近电视剧看多了？我还挺磕你们这对 CP 的。你磕？
你喜欢？你们不要把电视剧的情节和现实生活混为一谈。我和盛哲宁，我还真没想过。我们两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性格不一样，工作环境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。之前呢是命运的齿轮跑偏了，现在回到正轨上了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干嘛？长胜出事了。我和我爱人的婚期是5月8号，我们定在了长胜大酒店，交了定金之后却被取消了，而这个档期给了长胜总经理的亲妹。婚礼对于我的爱人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为了给自己人置办婚礼而完全无视顾客的权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讨回公道。韩超在撒谎。对啊，当初还是他自己答应换档期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事儿还跟咱们有关系呢。公关部已经及时出面，但是网上的视频传播的还是很快，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长盛的负面评价。把韩潮的档期转让合同找出来。好，查一下韩潮的档期转让合同。合同丢了。合同已经处理好了，没有证据，盛哲宁那边百口莫辩。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讲对长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舆论还是要闹大一点，千万别让热度下去了。于总是个墙头草，他看到长盛的风评出现问题肯定会动摇。你让薛总抓紧时间跟他接触，看看有没有股份转让的可能性。好，长盛那边还需要做什么吗？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被宠着的人永远都是小孩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。没有活该，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。我买了糖果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取代。
爱，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